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太清尊者降生，无论八景都绿功哦，或者是念都帅功哦。不管你是帅还是绿哦，只要用到我的这个队伍，保证这个是通关是非常一个顺利的一个状况哦。首先先把右边这个白五星 KO 掉哦，非常顺利的一波就把它带走了哦。啊，忘记跟各位介绍我的队伍哦。为什么我今天使用这个什么？啊靠！我干啥？我被打大力。哦、我使用的是安达队哈，为什么要使用安达队呢？因为我没有洛基嘛，哦、所以就用安达了、啊。一定有人跟我也有类似的状况哦，对吧、啊？用这个队伍基本上很适合唱一首歌。哦，你都安达拉梅拉，哦，安达拉梅拉，哦，安达队嘛。哦，基本上安达的话倍率是比较没那么高。我、这么快就把他送了，好算了。基本上刚处境是属于一个失败的状况哈，我现在就赶快把你手中的所有的杂毒全部把运掉。哦，安达队攻击倍率比较低，所以你在打的时候攻击力道也算是变成是可以抓的，被你可以抓攻击力道大或小。哦，但是大的话是比较难抓，小的话是比较好抓。哦，这个有点。那个背离了我们一般 的人思考的逻辑啦，哦，通常是比较大会比较好抓嘛，对不对？二蛇，哦，这个血量好像恢复的没有很理想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带走就算了。哦，小魔女还来不及跳，哦，因为我刚第一回合没有出到技，哦，好的。下到这个单体攻击，单体攻击要诀没有什么，就是记得做单体攻击，就这样。哦，千万不要做到全体，做到全体你就是在旁边休息吧。穿过去。哦，预计是留在中间那只小魔女，哦，非常好的一个现象。哦，第一关我们不能出击没关系，我们在这边这关做一个出击的动作。哦，怎么出呢？就是一样，用我的招牌动作，一 combo 打法。哦，一 combo 打法有什么好处呢？哦，记得它是单体攻击，哎，对，所以就会产生了刚才的那个很奇妙的没有攻击的现象。哦，当然我们知道原因之后，就等于是已知用火。哦，就像古代人发现这个火，哇，好神奇的嘛。但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就觉得它没什么了哦。哦，所以用这关来做一个洗击的动作是非常好的，刚好像天降。好的，天降没关系，我们一样做全体攻击，就能达到我们作为一个除技的动作。哦，可以看到目前状况是属于非常还稳定，还是蛮稳定的一个状况。哎，刚才是天降吗？啊，是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看一下安多，哦，好加载，这时候就做这样就好，因为说天降是很可怕的，哎，再多做一点哦，不要天降，按住就好了哦，然后这时候这个猫猫我会留着，因为台面上按住够多，就留住吧。哦 ，combo 数自己做多一点就对了，这个就不要再解释了。哦，按住够多就可以做这样的举动哦。对，按住够多的话，哦，因为妈妈我想要留在这关用。哦，一波带走左边那一只目标了。碎，漂亮，哦，这是在预计的范围内。哦，满血的话，我们可以被，哇靠，满血可以被 K 两下。
哦，现在尽量每一回都要补到新珠，因为我们打的有点不太够他补，哦，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现象。来不及转，没关系，有没有送走呢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送走了。但是到这一关有没有比较好了？说真的，因为这一关打的比刚才那一关还痛，还有三回合。那我们就是先做绿珠，好不好？绿珠的动作，我思考一下，我要怎么打。好，试试看这样。非常专业的一个扣血的血量。这时候非常重要的状况就出来了，我们要试台面上的珠子去评估一下，我算一下哦。杂猪太多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台面上的猪哦。这个大家可能要给我一点时间哈。应该是差不多。好，那现在来为大家尝试一下，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做到10系以上。哦，这个相信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过了。哦，叠珠，漂亮！哦，我的心脏都跳出来了。哦，为什么要做叠珠嘞？哦，因为不做叠珠的话，基本上会GG，就这样。这只王的攻击力是12538，所以这回合我要消这个新珠。
来吧。这时候就祈求我们天上就是要安珠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小小的天降这样。好，哦，好，现在有一点小小的天降，去吃吧 ，K。哦，哇，这个是哦，有点小小运气的一个队伍哈、哦。以上是这个太清尊者降生，无论八景都率绿功哈、哦、的一个通关示范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